这个呢是那个意大利的 parsley，其实黄了很多，我摘了一些绿的，就放在这里。这个呢蟹肉可以是新鲜的，我这个是冰的，然后它切割好了，等一下应该比较容易吃。这个呢就是普通的那个豆腐，嫩豆腐，你喜欢老豆腐也行。好，我在想我还加点腐乳什么的，但是男朋友不喜欢吃太亚洲化的东西。 所以想想就好，或者分开盘的时候再看。那这个就是那个意大利种的 parsley 拿出来的那个加海鲜。那这个呢是 beef tenderloin， 哎没有，是猪肉 pork tenderloin， 然后我是买回来切开了，然后加洋葱、姜，green onion。 青葱一起冰的，因为有时候比较忙，所以切了一起冰，然后每天解冻，就好了。那这个是红薯，我这个 plating 还没做好，但是通常我是放在那个 instant pot， 就是高压锅里面，就11秒就行了，用 steam 那个 function。好，等一下 plating 开吃。谢谢观看，我是林公子，谢谢。